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今天就是2021年4月6日星期二的时间，今次有我许乐生，还有我们的加拿大加陈生。各位网友好。好，还有22世纪救人网路奇洛李伟近大马上马来近。各位网友好。好啦，请大家 like 我哋段片，留下言，最紧要咧就系订阅埋《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正向报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啦。咁啊，今节翻到嚟啦，继续咧讲一讲呢一个香港电台嗰个问题咯。咁啊，最近啦，大家都知啦，陆陆续续咧有听到我哋节目都知噶啦，好多咧节目啦都叫做被抽起啦，嗱抽起一段时间啦。咁啊，过去李伯全上任之前嘅节目咧。有被抽起，亦都有被改动啊，定点样都好。咁依家啦，有新嘅节目，有新嘅内容啊，或者新嘅安排之后，或者经过管理层啊，同佢哋制作组方面开个会之后啊，亦都有新嘅节目安排底下，亦有抽起嘅情况出现喎。咁原因究竟系点样咧？今次咧可以话叫做。讲了出来或者曝光的东西就更加多了，我们一起可以谈一下探讨一下他们所谓的叫做什么打压、不尊重啊，还是怎样呢？当然他在工会方面吵得最厉害，管理层有管理层自己的方法，只不过都是跟回香港电台的约章和相关的守则来到去办事的。当然这帮人一定在那里呱呱吵，黄到出汁的制作组方面有一部分呢，他们其实较早前咧已经可能有离职啊，或者提早退休啊，定点样啦？继续啊，叫坚守翻喺呢度嗰啲咧，哇，都相当之唔合作。我见到呢一单嘢睇到啊，咁啊，因为咩事咧？本来啊喺寻晚要出嘅嗰一集嘅铿锵集咧，内容咧就系话探讨咧呢啲传媒嘅生存空间啦，定点点点啦，亦都有访问到之前啊喊苦喊屈啊，又话突然间。拉大隊總辭的有線中國組啊，跟住又講佢哋過當咗去叫眾新聞啊，講到自己好似好慘啊，又話呢樣嗰樣啊，咩壓榨佢哋傳媒空間呢樣嗰樣，大家其實都估到噶啦，由有線中國組去到落呢個叫眾新聞咧，佢其實班底上啦、資源上啦、人力物力上啦，其實爭好遠嘅。咁點解佢哋要去到嗰度做咧？嗱，我哋呢度咧，詳述太多了，其實我們之前的節目都有提過的了。好了，有些消息曝光講出來了，其實呢港台管理層的意思就是李伯全和、就是、那個新任的處長和他的管理層都上個月的時候已經看過這個鏗鏘集這一集的故事大綱了。看完個故事大綱已經在開始拍攝之前就跟你講了，要求加入一些所謂的叫做藍色的媒體去訪問一下他們，來作出一個平衡啦。但是呢這個製作團隊呢就真的採你都生芒果了。他不聽不得止，亦都沒有再去revise 了那份大綱之後再給管理層看，他呢就自把自為去了拍攝了。咁啊，拍攝完之後咧，就再俾管理層睇一睇個內容，就決定可唔可以播啦。嚇，咁當然啦，你冇跟從呢一個指示，揾翻一啲叫做傾向性係叫做藍色少少嘅媒體去講嘅話，咁梗係喂你拍出嚟唔得喎，冇嗰個部分喎，或者你有拍啊，但可能得好少，那個比重太少嘅話，咁啊後屘就決定唔播啦。嚇，就後屘改咗叫咩叫奏出個未來。介紹了三位視障人士，視力有障礙的人士，這個叫追求音樂之路和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如何克服。有些人就說，咦，喂，這一集的內容大家聽好像跟鏗鏘集的路線或者那個題材差很遠。這一集的內容其實就叫文教及康體組處理的，所以有些人就說，喂，可不可以整個香港電台撿了它啦，還是怎樣？其實就不可以的。你想想，喂，如果撿了的話，你其實即等於你連這些文教及康體組呢都抹殺了，是吧？你沒理由一個女全家。那鏗鏘集是由什麼組負責呢？就叫公共事務組處理的。那即使呢這個問題呢是頗為大呢，就是在這些部門那裡。那你話音樂之路嘅啲視障，即係視力有唔妥嘅人咧，嗱，好老實啦，咁
你會話刻意又要，如果假如啊，刻意又要叫撈一啲佢音樂之路原來係拉榮光嘅，願榮光歸香港嗰啲嘅，咁啊死得啦嗱，咁佢冇咁做啦嗱。你見到呢啲組別咧，其實冇乜嘢，其實最大問題咧就係公共事務組呢啲啊。嗱，依家你咁樣唔聽管理層嘅建議，你自己再去做，已經其實嗱，我哋可以睇得到咧，管理層其實又唔係話太過去。制肘佢哋喎，冇話嗱，你改咗大綱，你俾我睇多次嘅大綱 ，O 唔 OK 係點樣嘅？你先至去製作啦。依家製作咗出嚟咧，停播咗咧，嗱，暫時亦都冇話點樣去處分佢哋啊，警告信又好，嗱，暫時都冇噶。我覺得咧，算係咧，大家冇話叫逼得佢哋好緊啊，即係暫時都俾一個少少嘅蜜月期，大家點樣去磨合咯。嗯，佢哋都有啲頂風作案嘅 feel 喎。系话到明噶咯，而家已经系、你仲嚟？咁佢哋要踩线啊嘛，踩线啊，咪而家绑一声咯，系咯。啊，佢哋呢啲咧绝对唔系叫做艺术家脾气啊，系佢哋嘅政治立场，即系等于咁。啊，大马 Sir 就好明白一样嘢噶啦，商业设计同呢一个艺术设计咧就两回事嚟嘅。嗱，大晒噶，系啦，个客大晒嘅，其实有时我哋都。會覺得㗎啦，呢啲咧係一種服務性行業嚟嘅，其實同餐廳咧就唔係太大分別，只不過咧係遊走於嗰、那個客啊，俾你只不過將個客咧嘅 idea 咧去美化佢嘅啫，即係優化咗嗰個客嘅 idea， 而唔係咧你唔可以俾啲藝術家脾氣喎，佢話嗱你要咁啦，呢度咧要咁樣改咧好唔好啊？我中意我件作我嗰個鋪頭咧有呢樣嘢出現喎。可能有朵大玫瑰花咁樣啊，紅色嘅大玫瑰花喺個牆壁度出現喎，你唔得啊！我一定堅持唔可以咁樣嘅，有個大玫瑰花咧就破壞曬成個環境設計嘅氣氛嗰啲咁我堅持唔用啊！喂，依家係佢俾錢喎，記住係啊，係嘛？你唔可以話因為你嘅藝術家脾氣咁，如果你咁中意嘅，你中意點樣整都得係嘛？有時都有啲係為咗。这个 budget 不够啊，要揸颈就命，要嘅设计要就一就，都试过不少。系啦，咁如果你系嗱，咁当然啦，依家阿李伯全或者甚至乎佢嘅管理团队，佢并非有一啲好过分嘅要求，只不过咧叫你喺内容上咧加翻叫做访问一啲蓝色嘅媒体咁解啫。嗱，即系双方平衡下啦，咁样系。即係你話緊眾新聞佢哋經營有困難，但係點解你唔可以問下其他比較上偏藍色嗰啲，例如咩一棟啊嗰啲咩有窿一棟嗰啲咁樣？即係點解你唔會去問某一啲咧？佢經營困難咧，有啲咩隱憂喺裏面咧？係嘅，其實有時你做新聞嘅時候咧，你點樣去拿捏嗰個平衡咧？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嘅喎、佢咁基本都唔願意做嘅話，你要將帶有好強烈嘅政治色彩，即係你。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你呢、這個節目就唔好叫鏗鏘集啦，鏗鏘就要有聲，鏗鏘就要有力啊嘛，係嘛？你唔係喎，你淨係鏗，你淨係鏗一邊，唔鏗另一邊喎。你即係咧，你選擇性咧，俾想人哋淨係睇到嗰一邊嘅問題喺邊度，而唔睇另一邊佢哋會唔會存在啲咩問題，例如嗰啲叫做咩聲島啊嗰啲咁樣，哇佢～啱啱呢一年佢蚀咗成亿噶咯，差唔多都成个集团。咁又会唔会讲下咧？佢哋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咧？定点样？佢哋嘅媒体生存空间系点样咧？喂，点解你唔会去讲下咧？净系要讲有线中国组啊，定点点点啊？即系讲佢哋不嬲啲系点样为咩发声啊？定点啊揭露咩真相啊？定点样啦？咪偏咗一边咯。系啊，你咁样嘅话咧，个。監製方面或者個管理團，應該叫管理團隊嗰方面啦，叫咗你哋咁樣做，或者希望個內容上要係咁樣嘅，你冇去做到嘅話咧，你成件嘢咧咁唔平衡嘅話咧，播出咧只會咧就會變咗有一個叫誤導成分啦。嗱，並非叫打壓你啊，嗱，我講咗俾你聽嘅意見，你冇直接同我講話，嗱，唔得喎，我企硬唔可以加呢啲叫做藍色媒體落去嘅，嗱，因為你係同我講，你講到明，你講得到，你說服得到我嘅。我唔係喎，我隔幾集之後先至再做一集咧，就專門就係訪問藍色媒體嘅。嗱，你起碼咧，你都要同嗰個管理層咧有所交代咗，你先至 take action 咯。即係你當管理層講嘅咧就係耳邊風，咁好啦，出到嚟件嘢獲咗啦，唔啱啦。嗱，同你講咗咁樣扮落去唔得噶啦，你繼續要係咁樣嘅，咁
唔可以出嘅，跟住你又话我打压你，咁系边一个唔啱先咧？其实摆到明噶喎，呢一个系佢哋不嬲嘅招数嚟，不过又系即系踩你底线吓、啊，等你话喂，同你讲过十次八次，我唔得噶咯，系好多次，咁你唔肯，咁我咪我你虾我啊咁样，系啊。不过之前有都几得意嘅，佢有啲消息就话咧会追究翻咧，即系嗱拍咗呢啲唔即系你违咗规，跟住唔能够播出嘅节目咧，会向监制啦或者制编采团队咧就追究翻你嘅制作费。我觉得呢个位咧就有少少可圈可点啦。呢、這个未必噶，呢、這个我觉得就好难噶，冇理由叫人带钱带钱翻嚟翻工噶。系咯。系嘛？哦，因为呢个制作费呢样嘢好匪夷所思啊！吓，呢个有少少老屈成分，未听过，讲得出嘅，谂一谂都知，都未听过呢啲事。嗱，以前翻工试过迟到罚钱，但系就未，但系罚啲钱咧都系储落阿公度嘅，咁啊到最后就大家一齐食自助餐啊啲咁样咯。嗯，吓，即系唔会话我攞咗你啲钱咧又俾翻落公司咧，咁就唔会有呢啲情况。我都暂时都未听过呢啲咁样啊。咁系，诶唔系，而一间公司试过类似嘅嘢噶吓，吓呢间咧系点样讲佢个名好咧？非常之 modern 嘅美容吓，咁啊大家要估下边一间啊？啊！大家喺香港嘅朋友咧，应该知道非常之 modern 嘅吓。咁、啊、好啦，佢点样离谱到咧？如果佢每嗱、啊，可能我当你有10,000人工嗱、啊，爆下料啊吓！我当你有10,000人工啊，系佢就话咧，我只会出咧13,000俾你嘅啫。嗯，我只会出13,000俾你嗱，啱唔啱法例噶？佢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喎，得嗱就系点解咧？如果你迟嗱翻工要打卡，出去食饭出入要打一次卡。如果你遲到的話咧，你就呢其實呢二扣起呢2,000咧，其實叫係勤工獎嚟嘅。即係如果你有一日遲到，翻工遲到，放工你遲啲走嘅，梗係冇所謂啦。嚇、嗯，食飯翻嚟又遲咗翻嚟，咁樣嘅話咧，就扣起你呢2,000嘅叫勤工獎嘅。嚇、啊、嚇，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請大假咧，你請大假咧。都会扣你勤工奖噶、哦，有薪假期嚟噶、哦。诶、哎，佢话都要数噶喎。咁你冇翻足咁多人工啊嘛，咁咪要扣你咯。哇，呢样嘢其实唔啱数。佢就想逼，系啊，佢想逼你咧就一炮过去请，即系嗰一个月里面咧就请晒咁多嘅假嘅你嘅大假咯。嗯、即系你请大假，即系变咗唔好话啊，今次咧我又想请一日，下个月咧我请半日，我下个月又请多一日，因为咁样 HR 嗰边咧计做起。会嗰啲嘢嚟咧，又会比较麻烦嘅吓，会咁样嘅，即系谂埋好多呢啲咁嘅海鲜数咧嚟到，系缩数咧嚟到呃你个心咯。哇，唔怪得你个咁 modern 嘅美容咧，可以咁搵钱咯。咁啊，建筑喺呢啲人咧个痛苦同佢血汗嘅身上噶啦吓，可以咁样去扣数啊。嗱，奇葩嚟嘅呢啲，咁好啦，我哋今次咧港台呢个风云咧，同埋讲下少少有啲咩秘闻咧，讲到呢度先啊。嗱，记住啊，你估到边一间咧，唔好喺 Facebook 度，唔好喺我哋 YouTube 度留言打落去，知道未啊？啊，唔好陷害我哋啊！系好啦，嗱，有机会再继续爆下料呢啲业唔同行业嘅秘闻啊。好多谢大家，拜拜，拜拜。